然后我的名字。全是鞋子，说真的，我的脸跟我们脸一样大。Fell in love again、Looking at you in your mother's hands、That made me feel like another man、I promise I'll protect you from the suffering、I've been walking in the snow searching through the night Little did I know that you would be that light Like an angel you fell right out of the sky We pray to God and thank him for this blessing every night And I say, I just fell in love again、Looking at you in your mother's hands Like another man、Promise I'll protect you from the suffering、어느 누구도 다치게 만들지 나는 LVP로 전처리를 하고 딥러닝 기반 오브젝트 디텍션 테스트 차라리 ICNN을 저는 볼까요? 다양한 조명 변화를 前阵子 Crystal 他也在搬家，所以他们家下有很多这种纸箱，就捐赠了几个给我。然后我刚想了一下，现在呢想要先把我这几天不会用到的东西先开始打包。然后我算了一下，应该可以分成五大类吧。我的衣服，然后我浴室里面像化妆品啊，然后生活用品那些，然后我的厨具。跟我的书啊什么有的没有的，老实说我现在没有什么想法，所以我就想先把一些我确定就是目前不会用到的东西先收起来。打包呢什么优先顺序什么完全没有概念，我们就see as we go。 Come on, Sutra, does it suit you? Your velvet is slipping off。Would you stay with me? It's coming through ya, never knew ya, never knew how much it meant when you spoke to me. But everyone needs something.今天呢 ，VT 非常人很好心的，来帮我搬家具，因为我之前在网络上面买了一些广东话，不行，我今天拍了一个广东话的挑战，然后现在已经不能再讲任何的广东话了。但今天呢 ，VT 非常好心的要来帮我搬家具，在网络上面订的家具到货了，但是它实在太大了，你们看。我头先打咗你咧，就系谂住。Are you playing with my heart? Girl, I'm standing these streets. I ain't playing with these niggas, they be playing with it. I've been playing with this check and I ain't standing this. Hello, 大家。现在我的房间呢，正在经历一场非常混乱的装箱作业。哒哒哒哒哒哒。我昨天晚上已经打包了三箱，但是我还有浴室、棉被、一些衣服，还有厨房的东西要处理。
那明天搬家公司应该是下午4点的时候会过来，所以我会尽量先把东西能够收的收好，该要处理掉的处理掉。对，毕竟是我自己要搬的这么急的，那我们就开始吧。I heard about you long before we met. You're winsome and you're young, at least that's what they said. Your glitter and your gold. You can't deny the fact that you are growing old. A thousand eyes that never fall asleep.Someday I will leave you when I've had enough of your beauty. Doopy doopo wumbo wee da dum be dum ba da dum. Doopy doopo wumbo wee da dum be dum ba da dum. Doopy doopo wumbo wee da dum. I haven't gotten used to your scent. I'm certain you have had another cigarette. Nothing could prepare me for your style. The way you laughed. 침을 깨우는 네 목소리 머리를 빗는 네 빗소리 밖엔 비가 오나 봐 들리는 빗방울들이 땅에 떨어지는 소리 전해지는 좋은 tingle 대체 너는 비법이 아침에 일어나서 부은 눈이 너무 아름다운 너 이대로 조금만 조금만 더 너에게 바래 조금만 okay. 这个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角度。我现在呢收东西收的差不多了，然后我的鼻子真的是过敏啊，我的鼻子现在完全被灰尘给打败了。我知道搬家收东西灰尘一定会很多，所以我刚一开始其实是有戴口罩的，但是因为我戴眼镜，所以那个眼镜会一直雾掉。然后我发现就算我戴了口罩，我还是一直在打喷嚏，所以我现在就有一点放弃人生。你看我整个人有多狼狈。不过其实我还蛮喜欢这个发型的，我觉得有一种非常的复古。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的进度，我现在已经收了一箱、两箱、三箱、四箱，然后那边还有一箱五箱，然后还有一些行李箱跟袋子都差不多装好了。那明天搬家公司的师傅来的时候，应该还会带5个箱子左右，所以我现在稍微计划一下有哪一些是要装进那5个箱子里面，以及就是够不够装这样子。哇，我本来还就是很有信心，想说一定可以装得下，应该10箱以内就可以吧，结果收了才知道自己的东西有多少，而且我已经是有丢过东西的人哦。我真的觉得极简主义者非常厉害，因为我是一个物欲很强的人。虽然我短时间内应该是不会想要成为一个极简主义者，但是我觉得避免冲动购物是第一步。对，有没有看到我的眼镜又开始起雾了？那今天就这样子，我明天请假了一天，就是要搬家。虽然有可能不会一次真的全部都搬过去，因为我之后还会回来这边打扫啊，然后有一些比较容易破掉碎掉的小东西，我应该会留着之后我自己再带过去新家这样子啊。对，今天大概就这样子。突然想到今天晚上是我在这个家睡的最后一个晚上了，莫名的心里有一点小小的伤感跟舍不得。 OK, anyway, 我们明天见。 Good morning everybody, 今天呢是我们的搬家日，但是我今天起床的时候我的头真的是头痛欲裂啊，天哪。因为呢我昨天看到家里剩下最后大概1/3罐的白酒，我就想说啊搬家前我来把它喝一喝吧，就我昨天就大概喝了半瓶吧，有没有看到在后面那个桌上。我在想这可能算是宿醉的一种吧，因为我真的起床的时候头痛到一个不行。那今天的搬家日，首先第一个就是刚刚网络的师傅打电话来说等大概半个小时之后就要在新家装网络，所以我现在就是即刻出发把现有的网络给拔掉，然后赶快奔到新家去。因为从我现在住的地方到新家大概要20分钟的车程，所以我现在时间已经所剩不多，就要赶快出门了。 Yeah, your heart is a sun.
and it shines as it opens. Where your heart is the sun and it shines as it opens. Yeah, your heart is the sun and it shines as it opens. 耶，装好网路了，搬家成功的第一步。今天下午呢，我有请了搬家公司师傅来帮我搬。但我今天来的时候，已经先把这个满坑满谷的食物给带了一部分过来，然后另外还有这个冬天的衣服，我也先带过来了。真的是迫不及待，很想要赶快搬好、布置好，然后给你们看。好，很快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房间的样子。除了昨天打包的五箱之外呢，还有我的 bean bag， 然后这一袋是棉被，这一群是杂物，这个也是杂物要装箱，还有这边是鞋子，这个是厨，就是什么？哦，对，厨具。然后这边又是更多的厨房用具，重点是我的餐具还完全没有收，因为那个包餐具的泡泡纸现在还在师傅那边，所以等一下来的时候他才会跟我一起包那个餐具。那对，然后现在时间是3:40，然后师傅说他已经在楼下了。我要再次重申一次，真的是没有打包不知道自己的东西有多少，如果今天要我一个人搬的话是绝对不可能的，真的。我快要笑死了，这个我刚发现我房间的灯啊，现在是怎样？我房间可以开夜店呢，咚哧咚哧咚哧。之前咧賣畫個客咧，我哋想問下你咧，有冇人你是跟妈妈从家里出发吗？我问客户可不可以早上我们来扛口，就不用在就是吃午餐的时候扛口。干妈，好请挡我。好好，那我跟他说，我跟他说，好，谢谢，拜拜。我刚刚出门吃了一个饭，然后顺便去添购了一些家用品。其实我现在家里要添购的那种清洁打扫的东西还很多，但我先买了几个比较必备的。首先第一个就是扫把，然后我买的是这个丝膏，这应该是很有名的牌子吧？对，我是在 Ion 买的。再来是这个拖把，就你可以在下面用干的或湿的的抹布。它是什么？它叫除尘拖把，对。然后我另外加购了这个地板清洁的消毒抹布，因为我今天在搬家的时候，那个师傅他们是直接穿鞋进来的，所以我等一下要把我家现在的地板全部先拖过一次，我比较安心这样子。然后呢，我刚在路上，闻到非常香的味道，我就买了一颗超级大的大地瓜，你看它，哇，你没有看到它有多大吗？那比我的脸还要，跟我的脸一样大，好吧，我可能我的脸真的是很大。我买的是我很喜欢吃的橘色地瓜，因为橘色地瓜吃起来比较甜，然后黄色地瓜是比较有地瓜味。如果我记得没有错的话，通常橘色地瓜好像是秋冬才会出来吧。我先给你们看一下我稍微 settle 好的东西好了。这个桌子我刚刚把它装了脚，所以我的茶几已经好了。然后这边有我的小绿，然后那边有我的音响跟架子跟一些植物。那我的 bean bag， 好，这边就都还没有好。那大概是这样子。我今天真的也算是奔波了一整天，还蛮累的，所以我要先准备去洗澡睡觉，因为我明天还有一整天的拍摄要，就是工作要做。所以大概就先这样子，谢谢大家陪我度过了从旧家到新家的这几天。可能这个 vlog 也是会属于比较
真的是日常，然后没有什么内容的一个 vlog 吧。我在想，就是自己有点小心虚，你知道吗？就会觉得哈、哦，这个 vlog 好像没有什么内容，或是不知道哎、欸。By the way， 我今天呢在搬家的时候，我就在那个货车上面，我就这样发呆，然后就突然想到了一个 podcast 的点子，但是我忘记把它记录下来了，所以我现在又忘记它了。那今天的 vlog 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的收看，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吧，拜拜。Dashing through the snow in a one horse open sleigh, over the fields we go.